嗨，你们吃过这个吗？莲子的，这个特别好吃，但是需要买那种嫩的，有的现在已经长老了。我给你打开看一下。昨天我买了10块钱的，10块钱8个。这个特别嫩，有那种特别大的，然后它长老了，那样的就会特别的苦。这个东西下火去火。好吃。这个包特别麻烦。待会儿我再捡起来把它给吃掉。哎呦，再来一个，这个长得挺好的。昨天去看荷花了，然后买了几个。看像这种就已经老了它就苦了，就不好吃了。看着长得挺大的，再尝一个试试。这个苦了，这个长老了。那看一下这个吧。这个也老了，老了就会特别的苦，就不好吃了。看一下这个吧。这还可以。嫩的特别好吃。还有一起的就出来了。再来一个吧，对了，看看这个怎么样。这个也挺嫩的，感觉挺嫩的。没有指甲，剥不开。家里有孩子的，这位姐姐吃点莲子也特别好，因为莲子毕竟去火嘛。好了，拜拜。